过来看这儿。哇，我们即将翻越达坂，铁力买提达坂，看一下它的盘山路的轨迹。以下这里是一个路边的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呢，这里我们停下来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盘山路的轨迹，然后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车，一盘一盘的上去的 Z 字形。往上面走的话，海拔会升高到3700米左右。出发。我们现在就往上面走。到顶再见。没进独库公路之前，温度30多度，胎压2.9。进来之后，温度也降了，胎压也降了。哇，侧面你看，哇，雪山，好壮观啊！修这条路太不容易了。对，真的辛苦那些筑路工人了。我们正在翻越的是独库公路，从库车出发经过的第一个达坂，铁力买提达坂，海拔3700米左右。这里只是独库公路路上险峻的路段之一。独库公路的开凿付出了太多的心血，有1/3是悬崖绝壁，1/5的地段处于高山涌动层，560公里左右跨越了天山近10条主要的河流，翻越终年积雪的4个冰达坂。从独山子到库车，本来需要绕到乌鲁木齐走1000多公里。独库公路的开通贯通了南北，让南北将路程由原来的1000多公里缩短了近一半，可想而知这条路的意义非同小可，真的要感谢当年的筑路官兵们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如果不是他们，独库公路的美将会永远冰封在天山之中。一天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，独库公路真的是一条非常神奇的天路，这是一条可以在6月看到飞雪的路。在铁力买提山脚下还是绿草如茵，随着盘山路往上走，海拔不断升高，在这里我们真的遇上了一场雪，而且雪越下越大，真的太神奇了。越下越大，看到没有？真的耶，越下越大的雪。前方300米进入铁力买提隧道，前面就是铁力买提隧道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停车的观景台。现在还在下雪，站在山顶还在下雪，而且这个地方的雪下的越下越大，四周的山上就全是雪，都在这个地方玩雪。啊，哇，
前面呢就是铁力买提的隧道。哇，这雪还用掉了。哇，看一下清理的工作人员都是穿的是棉衣。铁力买提隧道，这个隧道有1.8公里左右。哇，这个隧道的上面你看，都雪啊，上面都是雪、啊，上面是雪啊，感觉像是凌晨的冰树一样。哇，这个隧道真的好漂亮，里面还有钢板，看到没有？两边、视频里面的光看起来是蓝色的。这个隧道也是全程没有灯。哇，居然有人在这里面想超车，你看马上就过来了。天哪，天哪，这人有、真的不想说。隧道里面还超车，他那么急干嘛去了？没必要开那么快在里面。安全行驶嘛，按照标准速度开就可以了。不急这么一次一下嘛，马上就要出隧道了。哇，这下面有钢板啊。就说他们怎么走的这么慢。哇哦，隧道口永远最漂亮。哎呦，有雪。哦天哪，上冻土融雪、这个、哦，有就一点点，马上下山了。继续行驶2.3公里。雪，你看雪崩路段。雪崩路段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下坡了。过了铁力买提隧道，正式进入河进线。隧道口的路面坑坑洼洼，需要提防。车后面有很多的车，在铁力买提隧道那个地方都是单向放行，所以后面一路都等了很多的车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可以点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订阅哦。